今天真的很开心，然后隔了我们上我距离上次来铁花表演的好像是，3年前，对，那时候刚好是全国的县市长选举的前一天吧，当天呢、啊，哦，那我还记得非常清楚，我每次来都跟选举有关，今天，好像今天没有吧。这次是罢免黄国昌，我们在这边不可以讨论政治，不能有颜色。我不会跟你们说我是黄色。好，那接下来这首歌叫做《好远好远》。收录在我们铁男乐队的第一张 EP， 那各大菜市场均有贩售。啊，如果兴趣的朋友呢，可以拿出你们的手机，搜寻我们铁男乐队。给我们一个赞，给我们一点鼓励。虽然我们已经3年没有活动，我们一直有一个小小的目标，希望我们的粉丝专页呢能够点赞破万。那现在距离这个目标还有9999。这一切都是个试炼，请你加注在我的身上，承认出。如果这一切都是个玩笑，请你冲着我吧，不该是他。他是如此暖，他像太阳一样给我生命的阳光，他是如此的慈祥，他是如此的温暖，你却不公平地将他带走，我不要走开，可是你已经离我好远好远，你的微笑，你的呼唤，已不在，已不在。他是如此的慈祥，他是如此的温暖，他像太阳一样给我生命的阳光，他是如此的慈祥，他是如此的温暖，你却不公平地将他带走，我不要要走开，可是你已经离我好远好远，你的微笑，你的呼唤，已不在，已不在，不要离开，不要
好走开，可是你已经离我好远好远。你的微笑，你的呼唤，已不在，已不在。走开，可是你已经离我好远好远。你的微笑，你的呼唤，已不在，已不在。听到我唱那么悲情，你们还不拿出手机点赞吗？谢谢，这首歌叫《好远好远》。